对情人。不准哭，你只是自作多情而已。教练，不能让他上场。刘翔就是爱逞强，这很可能是地北最后一次参加系列联赛，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啊？你放心把伤养好，我一定会替你抱回冠军。我绝不会让你在 Air Prince 出现在我东皇的冠军球赛上。来了来了来，奇迹出现了，我的 Air Prince 终于来了。教练。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想上场，三局给我拿下来。呀，什么？大马工厂失火，好好，我马上赶过去。石头你还好吗？紧张了，紧张了！由于地北队的五号球员他发球失误，现在东皇队只要再拿下一城，就可以夺得这一次联赛的冠军。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地北队五号球员他端坐在地上，看起来好像是受伤的情况。还好，还好受伤的不是小瑞瑞。队长，对不起，其实我这第一局。我脚就已经扭到了，真的尽力。石头，比赛已经到最后关头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没有你，我们怎么赢？队长，队友真的太强了，我们大家都受伤了。相信我，大家只剩一分钟，我们一定会拿到冠军的。我们绝对不能让地北排球队倒在我们身上。起来。地北队五号球员应该是没什么大碍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换边发球，换东皇队的发球。瑞瑞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让我好感动。瑞瑞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谢谢啊，谢谢你们。喂，还有还有，
你别啰里吧嗦的，老子已经退休了，才不吃你那套呢！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莫名其妙！天哪，飞出场外还能够杀球，这个家伙简直是无人能挡。那么在经过了正义审判之后呢，我们继续的回到球场上。球的确是一个 touch out， 那么这一届的企业联赛冠军得主就是东皇队来夺得。都尽力了，啊！教练看得出来。今天呢，大家打了一场非常非常好的比赛，在教练心里面，你们都是第一名，都是冠军，啊！来吧，预备，走。最后就是由东皇队来夺得。好，那么今天整个比赛到目前为止告一个段落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我是主播黄柏林以及我们老师杨，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次再会。我们一起来庆祝啊！我们地北男排队得到了企业联赛的亚军啊！我们干杯！干杯！耶！嘿！耶！耶！哎！
哎，你们大家嗨一点嘛！我爸这么小气的人，难得请客哎。哎，对对啊，比赛都输了，又怎么嗨得起来啊？哦，气死人了！为什么会输嘛？谁叫东皇有移动城堡？我们也有 Air Prince 啊。可他前两局不在啊。喂。所以你现在是在怪千若王子咯？我没有在怪他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王子在家跟人家睡过头这件事真的很奇怪，感觉就好像是被人家设计一样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我看我们干脆去家跟人家问清楚，今天一定要他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走。我不想泼大家冷水，但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真的是记不得了。如果我们贸然跑去贾家质问，什么证据都没有，恐怕只是会被他们羞辱。总之今天会输，全部都是我的错。千万王子，要是我昨天没有答应凯琳的邀约，今天我们或许还可以拿到冠军。是我害大家失望，害教练被开除，害球队被解散，全部都是我的错。要是我昨天没有去吃那顿饭就好了。哎，这事怎么能怪你呢？是不是？别自责了啊！这事真要怪的话，应该怪贾天昊，是吧？对，还有那个贾凯琳，是他叫王子去吃饭的，说不定就是他跟贾天昊联合起来骗王子的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要是好了。够了吧？啊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智慧啊，自责到此为止啊。你们大家给我听好了，今天虽然我们没办法拿到企业联赛的冠军，可是在我心里面，我们就是第一名。你们自己回想看看，你们熬过了最辛苦的训练，经历球队被解散的危机，不论是多大的困难，大家一起都撑过来了，不是吗？啊？就算明天球队会被解散，教练我也永远不会忘记，是你们带我经历了一场美好的比赛，一段最美丽的回忆，也是你们创造了属于地北的奇迹，也创造了属于你们自己的奇迹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教练我的骄傲。我的第一名，干杯！干杯！弟妹，上！弟妹，上！弟妹，弟妹，弟妹，上上上！上算了啦，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，应该要负责的是贾天昊好他女儿，不会有人怪你的。